现在怎么感觉？你帮我起就对了，你帮我起，你帮我起的啦，哎呐，哎呐，看戏啊，你现在。我跟你讲，阿亮哥，好吃就好，就这样，走。老秦，你在干嘛？你看戏啦，哎来，大姐，这个叫做棉花糖烤青椒烤肉，你吃一个。你卖快呀，你拜拜，但是我给买水啊，买水。手甲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啊包起来是啊。包起来，更起来。嘿，跟他爸更啊嘞！对，嘿，安尼，嘴甲插落，看这边，吃落看麦，香不香？跟我讲吃快，真的哦，真的个，是不是？我讲咸甜粉是每个都。这华丽，我刘德华。哎，黄登辉，你记得，你敢更改？我你不改，好，你敢更改？我被你抓到，我老婆做上面拍奶机啊！你搞跟我被你抓到。你讲话没啊？我觉得你是所有丈母娘心里的那女婿，对，最佳女婿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好意思，好意思。过来。特制的，讲话没？谢谢。来，嘎，下款，赞不？嗯，无食过这种口味哦，唔捌食啊，好食无？口味特色，哇，赞呢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厉害的，正人好料啦！不要只是看它的外表，对不对？刚只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掌控好，你知道吗？黏呐，对，很黏，弄得不太好看了。对，我以为是气死，可是吃起来 OK 啦，对。很久没有这种坐在人家大院子里面吃饭的感觉，这个围炉的感觉，围炉对。也谢谢大家赏脸，都接受我们的邀请。对，一路上看到有缘人就邀着这样，对，就邀了一堆人。谢谢大家的赏脸，对啊，好幸福哦。我们在石鼓这里玩一整天了，我们这次来台南是龟缸哎呀，今天你看有美景，然后有刺激的，然后也有动物互动，对，还有礼物，还有话剧，还有这个当地的小吃，对，除了我们。今天去了这几个地方，阿奇美博物馆啊，还没去到。听说这边还有很多艺术品，都是很棒的。我们两个人今天很努力的做了这么多菜，打给他也边吃边聊。我只做了这个而已。黑马龙王，你好没嘛？好的嘛。那这些都是靠我们里长啊，里长他的李明有没有？哇，哇，给龙来。问家说在吃不靠谱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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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那我们台南现在整个文创产业也是非常的蓬勃，我每次这样走下来台南都觉得哇很舒服。台南你就念这肥，另外有肥，对啊，我肥的鸡巴，你来，你们用，肥的鸡巴，没问题，我吃椒干干的，对啊，干，因为我的鸡巴吼，非常的扎实，Q 诶。我们今天真的是缘分哎，一下来第一个就已经先找对里长，成功里长。我们这个蚵仔哥，我该处理好谁啊？就这样嘞。来，我讲的是要成功啊！对，要成功，因为我们在成功里啊，我们已经在成功里面了。对，就是以汤代酒，好搭了。来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台南的人情味特别不一样，是的，我们光荒地都可以变成，你看黄金地，我们的里长，你看你们那个跟动物互动的，原本是荒地耶，现在变成那个车站，很漂亮，对，漂亮的车站，那个设计有够好的，真的哈，跟外形看起来差很多哎，真的，你不要这样讲啦，本来看到我阿哥看起来就是哇。你这样讲没有礼貌，我们用成语去形容。那你说人不可貌相。对啦，开玩笑啦，对啦，开玩笑。
他心又很美，你看把那头牛这样，人家再买回来，真的，他把那个心美啊。救回来那件事情真的是感动了所有人，对，真的，是我们地方的大修牛嘛，都感恩他呀，还有真卡人卡破心啦，嘿，不是不是，啊，你别送嘛，你别送嘛，哎，来看一下金刚，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有拍照，我们有拍照，哎，旅游梦想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完成梦想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们今天就许愿说，我们想要在地小吃，来，完成，在这边。我们吃的这个凉面，哎，村长凉面，对不对？来，放下一点爱夹，这个村长凉面，哎，真的好好吃哦。而且那个就道地的那种，就以前在海军老兵外省口味，跟我们台湾味的凉面融合在一起，真的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再来，哇，这个好吃极了，我下次没有除了不包美赛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真正还蛮香油。不要玩刺激的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！哦，底下的话掉底下有无？两个，爱来爱去，爱来爱去，掉到干嘛搞的有无？掉！哇塞，好，啊，再来动物互动，对，又完成了，十三爷嘛，十三爷，十三爷，对，来，底下。啊，够完成我们想要小礼物啦，小礼物，小助理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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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想打开，好甜哦，好甜哦，好香哦，哎，超香的啦，对啊，对，荷兰的品种的，七八百年，这个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现在喝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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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它那个籽啊很小，它肉又多，对，肉多，对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们最想要在地的美景。对啊，我们在车站就拍啦。其实我漂亮，这个在地美，帅气，每张照片都是在地的，每一个地方都很漂亮。有的时候就是人也是美的，对，心也是美，人情味也是美的，整个都是美景。我们现在这一张照片就是美景，就是美景。哇，大家一同围炉，围炉又完成，我们聚在一起。哎，他们本来出的这个，我觉得是制作单位，我觉得是难度。对呀，对呀，其实是有难度。你到一个石鼓，我没有来过。啊，陌生的地方，陌生的地方，你要去接到十个人来围炉。对对，其实这个蛮难的哦，有难度。但我们来到这边变成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很热情，什么都好。台南就是热情，就从家里就每个人带一道菜都带来，这样子一起围炉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三色蛋，好棒，好棒，哇，三色蛋。嗯，啊，石鼓遐伊拢搁有咧办婚宴，然后咧有比较不同的特色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呢，要来这边结婚，你如果想好，就来娶当地的嘛。假装牛哥。对，台南人就是要来娶台南人的。哎，我们的摄影师是谁？不是就娶了台南的那个媳妇吗？对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就问他说啊，那个嫁妆，他说哇，很好。对，他很低调。哎，你讲嫁出谁呀？你讲嫁给别人出什么？对，别说刚刚一个几百呀。我和阿丽就是已经有牛了，对不对？改天他就要做一。一嫁妆，台南能够当台南女婿哈，是开心，幸福幸福。那也是要有相当的运气跟缘分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其实我阿公阿妈是住白河，所以我祖厝是伫咧白河，所以今仔日吼，用当下台南食这团圆饭，我足感动，因为阮阿公阿妈转去啊，我较早吼，当年拢会转来台南。围炉，今年吼，这个炉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回家就有一种回家，哇，很棒，啊，也要谢谢隔壁桌的啦，对，哎，有谁啦？新年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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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们来，是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哎，真的啦，开心哦。吃当地，来，大家吃，我讲，用三牛棒，这个，大家烧的，烧的，很好感觉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礼，字是这样写，对不对？鸡是这样写嘛？对。哎！我怎么在？不行不行！不要停！暂停！停！
帮我气哦，屌耶！你帮我气，你帮我气的啦，哎呐。下次再见。好意思，好意思。我们最想要在地的美景，整个都是美景。我们现在这一张照片就是美景，就是美景。哇，大家一同围炉，围炉。我们又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你们来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哎，熊蹦这盘鬼真的厉害，熊蹦。400多年前的东西，现在吃到嘴巴里面，有没有吃到故事？我跟你讲，我吃到了贵族。真的吗？因为贵族世家。你们帮人拍公主好不好？好，决定，决定，决定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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